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上次的绝望监牢啊，收获旅行的事件啦。好，我哋继续啦，已经恢复好体力啦。好，不久之后啊，结束之后咧，结束咗收获旅行，翻翻去酒吧。我翻嚟啦。哦，欢迎啊，收获旅行开心啊，玩得好开心啊。但系你睇嚟咧，唔系好开心喎、啊，发生咗啲咩事？阿布先生，于是我将呢个京都恢复嘅记忆讲俾佢听，哇，有啲恐惧、啊。呢、这、一个三五星七嘅人，都唔算三五星七嘅，但系呢、这个都算系秘密嚟嘅，其实都算系。哦，原来系咁。初中嘅时候去过京都啊嘛，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一步。虽然咧只有一点点啊，但系你嘅记忆咧确实恢复啊。再消灭几次分身灵，你就会全部记得嘅啦。讲得都系嘅，分身灵消灭咗，我嘅记忆就会恢复，所以我必须要咁做。好，就靠住呢个气势啦。今后嘅分身灵交俾你啦，听日继续加油啦。我先去瞓觉，晚安。堕入咗梦乡，劲恐怖，劲恐怖！过咗一阵，瞓著我突然之间不好嘅预感醒咗，咩一回事啊？呢、這个讨厌嘅感觉，之前喺边度遇过？当我擘大眼嘅时候，十尾日不又企喺我面前啊！你系仔细一睇，佢仲揸住把刀添，哇！唔好过嚟，呢个家伙唔通过嚟杀我嘅？你好似唔谂住停止消灭分身灵喎，吓、啊？你头先咧同酒吧店长咧倾过嘛？我记得你讲过，消灭分身令我嘅记忆就会恢复，所以必须要咁做，系咪啊？啊系啊，你有冇谂过消灭呢一个分身令几咁危险？危险嘅行为，分身令明明会拯救到人啊！唉，你都系咧咩都唔明。总之我警告过你噶啦，讲咗唔好再阻碍我噶啦，唔好杀我。其实我应该喺度杀咗你，但我依家唔会咁做。我俾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听晚我在怪心学院等你，一定要一个人嚟。如果你不嚟，或者将呢件事话俾其他人听，我就将你的同伴一起杀咗。明唔明？我认真嘅。你究竟为咗啲咩？为咗啲咩？你不是知道咩？咩意思？具体你自己想啦。冇走，唔喺度，佢又消失咗。弊啦，看嚟不是恶作剧，系认真嘅。如果不服从佢，一定会冇好日子，我好果子食。我嚟啦。在这里等 OK 啦，按照他的意思，一个人来到这个庭院啦，这个一定是他的圈套。出了什么事，我一定要全力逃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身后传来某个人慢慢靠近的脚步声，难道是那家伙？喂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起了？做什么面色苍白？见到妖怪啊？做什么你会在这里？为什么？他因为担心你，所以跟过来的。最近的行为都很古怪喎，从收获旅人开始我就觉得不对路，你成日都是一个人在度沉思，我只是，所以温柔体贴的我咧，点可以不理你嘅？本来谂住去酒吧找你，结果咧见到你都出门，然后就追到你学校，点办好呢？个家伙叫我一个人嚟喎，而且咧如果违背约定咧会杀咗我同伴，大镬啦！起造好危险，起造啊！好高兴啊，你担心我，但系我冇事，可不可以请你翻去事？咩话？你呢句系咩意思啊？担心你甚至追上你的朋友不应该这样讲的。没事啊，快点回去啦。做乜系咁催我走啊？快点回去啦。我不想跟你讲大话，但是这样下去，顺说你咪真的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。一定是这样啦，是不是？这件事不可以告诉我，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看你这个反应我就知道了，我讲啱了。发生什么事？这么夜还来学校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将你的烦恼告诉我呢？唔得，唔可以再呃佢啦。于是将佢同佢讲咗神秘人物嘅事，唔系嘛？咁大件事，我总算理解咧。之前点解咁行动系异常咧？系因为佢攞你哋嚟威胁我。你啊，系唔相信我哋？情况咁恶劣咧，至少同我哋商量一下。呢啲威胁咧，呢啲威胁同唔威胁冇关。佢讲过，如果将呢件事话俾大家听，话俾人听咧，大家都会遇到生命危险。即使系咁啊，都唔使一个人咧承受呢个痛苦啊！你可以再依赖我哋，我哋系神秘学研究部嘅伙伴嚟啊！话得都系嘅，多谢你起做。再遇到啲咩事，我会同大家商量，咁啊啱啦。过嚟你系俾嗰个神秘人物叫出嚟嘛？嗰个人未嚟咩？系啊，过咗约定时间啦，咁耐都冇见人影，咁你快啲走啦！喂，叫你一个人嚟嘅，唔知边度传嚟啊？另一毛骨悚然嘅声，你系边个啊？呢个声音系黐。电击枪唔得，你冇嘢嘛？哇！起座，情况不妙啦，快啲搵人帮手。
无视我的警告，所以在这里等你。大镬啦，咁样落去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突然之间有条友，边度？呢度系擘大眼咧，立即环顾四周。啊，理科准备室，点解会喺度噶？哇，佢喷紧气啊！呢个系咩嚟噶？吸咗佢瞬间有啲头晕，唔会系雅思系嘛？惊死，谂住喺呢度杀咗我，我要快啲离开啊！又要消耗体力啦。哇，非常简单，解剖用嘅，冇锤仔、通风口、工具箱、开门先。由于棘住咗门打唔开，将门上嘅玻璃攞落嚟，锤仔打烂玻璃啦，可以打唔打得烂啊？唔系话打唔开，唔通系强化玻璃咁犀利？咩学校用强化玻璃啊？好贵噶，工具箱、通风口或者可以出去锁住咗。其实真系呢度攞螺丝啊，好简单。好，攞螺丝咧就可以扭开呢个螺丝啊，呢个通风口嘅扭。转唔到，点解嘅？仔细睇，拧唔到一个个螺丝，竟然系个家伙真系想将我杀咗佢啊！必须快点出去啊！搵唔到逃离嘅方法，下一瞬间对死亡恐惧咧直卷全身。冇啊，唔想死啊，救命啦、啊！强忍住呢个意识呢、這个朦胧嘅感觉，向住呢个门咧全力呼救，冇人回应啊！唔得啦，就系唔得啦，救命啦、啊！這个声系突然门打开啦，急风留意救驾，留意。这个是Gas，快点离开。OK， 顺利离开了。去到这里应该没事了。你没事吗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我被那个家伙困住了。那个家伙详细情况我之后再跟你说呢。我知道了。为什么你在这里呢？今天跟智囊龟一起去找你。最近很奇怪，我们担心你。于是刚刚跟智囊去酒吧找你。但是听阿布先生说你走了，感觉不妙的，我们分头找。我先找学校，然后偶然听到你的呼叫声、呼救声，真是帮大忙了，不用。我要快点告诉智囊君，告诉他没事。起座呢？起座都被人袭击了，没见到他。起座都有危险了。小留意，你的伤是什么事啊？勉强执回条命了，醒过来就浑身伤了，要快点处理，不用怕，我伤口没那么深。你是一个人来的，我和智囊一起来的。剛才一直同打电话给智囊，但都没听，有个不祥的预感。难道智囊都被人袭击？好啦，睇下啦。而家几点啊？唔系夜晚嚟咩？瞓紧觉喎。有冇得睇而家几点啊？成班唔系瞓紧觉嘅咩？我啱啱先睇到就系话主角喺度瞓觉。哦，呢度。啊，日又话唔系嘛？我已经被人捅咗一刀啦，智囊。智囊中伤啊！俾人，智囊，快啲叫白车啊！救护车，等一等先，唔使唔可以叫啊！犯人袭击我嘅时候讲，如果呢件事咧俾意外嘅人知道，佢下一次真系要杀人啫。好事呢个刺伤咧唔系好深嘅啫，我有啲嘢快啲同我有啲嘢想同大家讲，先将智囊搬到去酒吧度先。Oh no， 冇体力，哎呀，冇体力啦！玩得好快，其实嗰、那个即系呢个章节玩快又冇得再玩啦，我哋等佢回复睇你之后再玩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绝望监牢。上次讲到应该系中间嘅位置啦，就系、是、咧发现咧阿边个阿智囊俾人袭击啊，之后咧我哋就要解决事件啦。OK， 我临尾咯，最后玩呢章节呢个应该完咗啦。吓、啊，呢个完咗啦，跟住去操场啊嘛，好似。咦唔系喎，呢度去边啊？嗯，啊智囊君遇到危险，系啊呢一度我哋玩咗啦，所以我哋可以去翻呢度二心呢个位啦。嚟啦，过咗一阵子，酒吧接受治疗嘅我哋基本冇事啦。收到联络嘅之后咧，其他成员都嚟到酒吧。喂喂，大家冇嘢嘛？我听讲智囊俾人吉伤，究竟咩事？冇知神之界，我冇嘢。伤得唔系好深啊，咁就好啦。发生咗咩事啊？我哋被一个咧神秘人袭击啊！我同智囊我受过伤啊，
呢、這个信雪咧争啲咧俾呢一个嘅 gas 嘅焗死啊！边个做啊？你有冇见到佢个样啊？我冇见到个样，我都系瞬间被电。有冇见到凶手啊？做咩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关于呢一个系咪见到佢个特征啊？呢一层我唔太想讲出嚟。其实当我被凶手袭击嘅时候，我见到，我知道我会讲啊。实际上系咁嘅，我被咩人吉伤咗？瞓低嘅瞬间，我见到犯人嘅重要特征。犯人有啲咩特征啊？犯人戴住面具，见到佢个样，咁啊真系冇办法知道。但我见到犯人身上某样嘢，唔通系徽嗰个徽章？犯人戴住神秘学研究部嘅徽章。天啊！呢、這个意思系唔会系嘛？只系呢一样，冇错，呢一样嘢得我哋有嘅啫。犯人系神秘学某个成员，我都唔敢相信，但系事实就系咁啦。你认真嘅，我真系见到啊！个徽章就系神秘学研究部啦。我哋系朋友啊，佢边个做噶？其实有件事一直唔同大家讲啊，我收到一封咁嘅信，唔好再阻碍我啊！呢、這个对你嘅警告，如果你敢无视呢个警告，做好心理准备，恐吓信啊！结束呢封信嘅人咧，袭击咗大家，恐怕系咁啦。换句话说，寄呢封信亦都系神秘学研究部嘅人，我唔信啊！但系智囊君见到徽章啊，冇错，我冇睇错，我可以保证，犯人就喺我哋当中，唔系我啊，都唔系我啊，我呢乜都唔知啊，咁边个系啊？大家冷静啲先，沉重嘅气氛，大家都沉默咁翻去。由嗰个开始，神秘学研究部咧就再冇整呢个活动啦。第五章迷之少女，哇！好似得好短啫喎！早上好，神秘学研究部人全部疑神疑鬼啊！我哋关系咧都仲未恢复啊！大家都选择咗咧避开彼此，甚至唔敢咧四目相投。之前明明关系咁好啊，然因为咧嗰个时候嘅神秘学研究部依家唔喺度啦，都系无可奈何嘅。毕竟袭击我哋犯人咧，带住呢个神秘学嘅徽章，犯系我哋当中嘅某一个。顺顺同学，呢啲神秘学研究部做咩啊？总觉得你之间咧散发出尴尬嘅气氛，唔通系嘈交？发生咗好多事。好啦，我就唔多问啦。有需要我帮手咧，随时揾我啦。嘻嘻，唉，好想咧令大家和好如初，究竟点做咧？提醒你几多次先教训啊？唔使你提我啊。神公子，你又喺呢个学校乱演讲啊嘛？我咪讲唔好随便搞咯。我演讲关你咩事啊？学校做法有疑问，所以想同大家讲啫嘛。所以我才叫你不要咁做啊！哈，学生会人真系巴闭，你真系咧大麻烦嘅人啊！呢啲粗鄙嘅语气啊，竟然能够升任咧副会长嘅职位啊，真系令人震惊！骂咩话？嗰两个人嘅关系超恶劣，冇人嚟阻止佢哋，应该会打交啊！够啦，两个唔好嘈！会长、副会长，我唔喺度嘅时候，你喺度做紧啲咩啊？我提醒神公子清智唔好进行演讲啊！咁啊，但你觉得你而家应该要做呢一样嘢咩？副会长似乎好惊会长。你啦，会长嘅钢铁少女气质，重田钢铁少女系咩意思？呢、這个学生会会长嘅爱好嚟嘅，因为佢好似机械人啊，从不展现情绪化嘅一面啊。不过呢种咧酷酷地嘅女仔我好中意，系啊。清止咗之后再揾你倾，冇所谓啊，愿意奉陪。时间够啦，今日学校要开会啊，请即刻去到呢一个嘅体育馆。仲未打你嚟，睇你嚟咧，学生会同清止嘅关系唔多好，做乜你企喺度唔喐啊？快去体育馆！有大件事发生了，所有的学生聚集在体育馆，请肃静，会议开始了。首先有请理事长上台发言。黑木头，早上好，诸位学生。关心学员理事长对学校进行高压的独裁统治是教员们畏惧的人，在他面前你没有商量的余地，长大之后绝对不会成为他的成年人。你都注意到了，近几天有些奇妙的案件，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谈谈。虽然咧难以理解事频频发生，但希望你哋唔好注意，继续你哋嘅学员生活。学生嘅本分就系学习，学业以外嘅嘢都冇意义。等你哋长大咧，会深切体会到。总之，咩回事啊？呢红色液体咩嚟噶 ？Oh no！ 喺佢楼上有嘢啊！吓？啊！理事长冇嘢嘛？哇，好危险啊！差啲吉到我，边个做噶？哦，熄咗灯，发生咩事啊？下一瞬间有超大声嘅音乐，哇！呢个音乐好嘈啊，爆炸一样嘅声音啊，甚至咧听唔到其他人讲嘢，总算停个音乐啦。哦，理事长 collega 啦，我 my no， 嘟嘟嘟 super dead 睇到，睇唔到，睇唔到，大家快啲墙壁，
理事长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夺走你的一切。你我绝对不会原谅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唯有你，我绝对不会原谅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天啊，好可怕！点睇都系对理事长下达嘅谋杀预告，唔通分身令嘅结咗？肃静全体，会议终止，快啲翻翻学，翻翻教室先。唉，头先发生嘅事大家见到啦，所以你哋唔好行紧体育馆啦，明唔明啊？如果是分身灵案件，我是不是应该进行调查？但如果继续消灭，可能会被这个家伙杀了。但如果不消灭，我自己就回不到来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只能这样做了。我现在只能一个人去调查了。Oh no， 没体力了各位。好啦，咁所以呢，今集时间就玩了咁多先啦。我哋下集再继续这个嘅绝望监牢。我睇下要唔要货少少，然之后买啲体力券啦，因为实在太麻烦了。我基本上而家是隔一日拍一次啦，但是呢但基本上，嗰十体力完全唔足够去完成一章嘅章节啊，系啦 ，OK， 好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